多條 Prada 啊我。发磅重啊，我只系孭咗几个钟咋，啦有条痕啊，我唔知系俾人哋 S M 完嚟咁啊。哟，外婆子，仲有乜分 ？And Brandy， Brandy 做咩弹开？大家知唔知最近嚟紧系啲乜嘢重大嘅日子？系个非常之伟大嘅日子，冇错，就系、是、母亲节。养育一个孩子咧系十分之辛苦嘅，怀胎十月啊，抬住个 B。个 B 咧仲要成差唔多6磅几8磅重，最辛苦系咩？仲要生出嚟嗰下，哇！已经不敢想象。而今集我就系想拍片体验下母亲嘅辛苦，做一日大肚波。一般嘅婴儿都大概系2kg 至到4kg， 而好似我呢种咁嘅巨 B， 即系我听我妈讲啊，我出世嘅时候有成8磅咁重嘅。真辛苦晒我阿妈，所以我就特登落街买咗百米。点解？因为一包咧大概就2kg， 咁我就买够2包，抬住个8磅咁重嘅 B， 生活一天，体验下做妈妈嘅辛苦。大家好，冇错，我就系波妈子。乜文，你知唔知波子系点样诞生呢个世界上嘅呢？咁乜文示范下啦。跟住咧又拍下手，系全程唔用手套嘅，跟住就怀孕啦！哦，孩子们，呢、這个就系8磅重嘅波子 B B 啊！唔好意思，应该喺个肚入边，佢唔系一件衫外边受孕嘅，应该喺个肚入边受孕。OK， 等啊 ，Brandy 做乜嘢啊你 ？Brandy 你又想入嚟啊？你又想做我个 B B 啊？见你咁想做我个 B B， 乜份你又想做啊？好啦，大家一齐做我个 B B 啊 ，Brandy。你啦，你已经做咗个 B B 啦。哎呀，佢踢我，我有 feel 啊，我好乱啊。哎呀，乱粒粒啊，原来有个 B B 喺个肚入边系咁嘅感觉。点啊，出世啦系嘛 ，Brandy 你要，你咪出世啊，你咪出世啊，出嚟啦，出世啦，出嚟啦，哦，出嚟，哦，系只狗嚟噶喎。哎呀，呢个 B B 仔一生出嚟就成身都系毛啊。唔系做乜嘢啊！唔好舐我啦，我冇舐我个 B。好啦 ，OK 啦，而家咧我 B 咧就正式喺个肚度啦。人话狗狗会知道你系咪真系有 B B， 定系真嘅？你睇下乜粉，几八卦，几有兴趣。点解狗狗会大肚嘅？啊，你不是男的吗？唔系好有反应啊！做咩事？我哋可以做啲乜嘢？平时妈妈会做嘅事情咧？冇错，就系做家务。唉。今日算小三噶啦，咪话小狗，哎呀惨啦，跌咗个衣架，我唔系特登嘅，但系点样执啊？哎呀，点样执啊？我谂正常应该咧，大肚婆系冇可能直接乌低身嘅，应该系要左手抬住，跟住慢慢落嚟，系啦，所以佢一手护住佢，一手跪低。喂，做乜嘢啊？做乜嘢啊你啊 ，Brandy？ 我收晒你攞去当床，你系咪玩嘢啊？啊！你信唔信我用我个 B 撞你啦？唔得唔得，作为妈妈嘅我系唔可以动气，动到胎气嘅话就好辛苦啊，会俾个 B B 踢你，好惨，所以我要保持心境愉快。好极鬼啊！你睇下几顽皮，我又唔可以嬲，我又唔可以动胎气，我又唔可以发火，要忍住。喂，真系，喂，我已经驼咗阵间，我已经 feel 到我条腰咧系歪咗，即系有啲寒背咯。呢个时候好想即刻有人让个位俾我，但系 Brandy 佢冇，佢霸咗我个位。走啊 ，Brandy！ 做乜嘢啊？即系唔系你张床啊？我枕头痛啊 ，OK， 坐河汉界唔好过嚟啊！条带拉到我好痛。唉，如果大住肚仲要搵食翻工咁点算？唔敢想象。仲要我而家只系收紧我啲床单，未计我啲底衫、裤、污糟衫裤啊！啊啊，好臭啊！啊！哇，好辛苦啊！啊，
错，我真系唔想企翻起身。同埋我要负责任，等我保护你定埋个 B B 啦。休息咗阵，继续收衫先。虽然我大肚，但我都系要喂啊，喂阿乜粉同埋 Bunny 食饭啊！真系完全感受到，如果你本身已经生咗个，跟住又抬第二个嘅时候，同时又要凑两个，点玩啊？你唔系屙屎啊嘛 ，Bunny？ 啊，我大肚你先嚟屙屎啊！即系比较细少少嘅雪柜啊，你要睇咧，你要咁样睇。你个身一倾斜四十五度过去，而家震脚都震埋。啲乜粉又喺个裤袋下边饮水，系咩玩法？我只系想睇下雪柜有冇鸡啫。点解会传啲气嘅？平时唔会传啲气嘅，即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简单。真系抬过先知咁辛苦，仲要我都唔系真系抬侧边，又要摆翻啲鸡入雪柜。哎呀，你个狗狗狗！但系我点样摆？我点样同时间兜你？仲要闹我添啊！你知唔知我退过边啲辛苦啊？快啲闹我，别帮你先。食啊！跟住。你撳翻自己上嚟，落咗去好難上翻嚟。所以真係平時見到大肚婆一定要讓座。我個 B 有承托嗰一剎那，我可以安心嗰一剎那，我真係覺得好舒服，放鬆曬，終於冇咁辛苦，從來冇感受過原來坐低係咁正。兩隻嘢喺度食緊飯嘅時候，我都係成日要清潔一下，抌垃圾，抱住個 B 單手就抌垃圾。你不是要屎啊？這個時候我都沒等垃圾啊，乜乜真係屙屎啊，為什麼啊？你不是要我大廚房執屎啊？乜乜先停先，讓我抹屎忽先。喂喂，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。這個時候應該作為大肚婆應該喊一句老公，你狗狗屙咗屎，你嚟執啊！我大肚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可惜今日冇，所以話男人要負責，你要負責啊！平時執屎都，要跪喺度執啊！隻頭要，個個攞頭喺個電鋪，老公。唉，抱唔到老公，我需要个老公嚟帮手，我抱唔到。请执翻啲屎。执到系屎啫，面都红晒，生完出嚟仲要帮人再执屎、压尿片，仲要喂人奶。我冇，我冇得喂。好彩我抌垃圾嘅时候冇人见到我带住桶咁多垃圾啫。如果唔系真系 look good。今日食完饭仲要帮你哋抹嘴仔啊！仔啊！跌咗，我跌咗条毛巾落去啊 ！look good，look good， 我跌咗条毛巾落去。唉，要再洗多次条毛巾。你隔高俾我抹你嘅嘴啊！我踎低唔到啊！我知啊，我要坐低，好似有张凳仔喺度啫。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妈特登买张折凳摆喺个厨房度。要翻嘴抹嘴啊！干净，一干净，食完饭要抹嘴。啊！仲有你个碗啊！洗碗都要坐喺度洗，可唔可以俾我坐低做晒所有家务？仲要铺翻个垃圾袋，个垃圾袋真系唔铺啊！要污低身喎，又系 mission impossible 喎，点样可以唔污低身嘅情况下铺垃圾袋？就咁样。
点铺啊？又要跪低铺啊？我知我知啊！虽然坐低咗铺垃圾袋，但系都系会倾住。去厕所我觉得 OK， 都系坐低啫，你唔会特别辛苦嘅。但系坐低咗就唔想起翻身。翻到工未翻嚟，仲翻紧工努力赚钱，我已经想瞓一瞓觉，已经想上床瞓觉。什么什么洗衫洗厕所嗰啲，我听日再搞啦，喂！系，而家我就决定快啲瞓一瞓先。但系、我被八磅嘅巨 B 砸住，每一次呼吸咧，我都要顶起呢个八磅嘅巨 B， 我先呼吸到。呼吸困难。我觉得我系瞓唔着咯，如果我咁样俾个 B 咁样压住，俾个八磅嘅巨 B 压住，侧睡得唔得咧？侧睡都还可以，诶，侧睡 OK， 侧睡会舒服啲，又或者稍微挨山上少少。老公见到就帮手。啊，咁样最舒服。唉，好攰啊，好辛苦啊。已经谂住喺度讲结尾，已经知道我唔得啦。根本我系连坚持一日都做唔到，我只系做翻我平时日常生活中会做嘅嘢，普通嘢啫。都已经系辛苦好几倍，三四倍啊，最少。每一次踎低起身，哇，我差唔多见头晕，啲腰又痛，只脚一脚震到就断咁样。所以话抬住一个八磅重嘅巨 B 真系完全唔简单。你俾我直接咁样坐喺度坐到个 B 生为止啦，我唔想再喐啦。大家睇完呢条片，记得一定要好好地孝顺你嘅妈咪。啊，母亲真系好辛苦啊，生大家出嚟。呢个时候睇完呢条片，记得同你嘅妈妈讲声我爱你，都记得多啲帮手做家务。啊，好辛苦嘅做家务，特别系抬住 B 嘅妈妈做辛苦，做家务更辛苦。我喺度笑，笑乜嘢？有咩好笑？多条 bra 带啊我！八磅重啊！我只系孭咗几个钟咋，嗱有条痕啊！我唔知系俾人哋 SM 完嚟咁啊！我唔要做妈妈，我做个乖乖嘅孝顺仔先。